中心。蔡老师，你也喜欢听许嵩的歌曲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你能教我切松鼠鱼吗？好啊。来，开始录制教程。先从头部切断，再顺着中骨平刀剔开。走刀的时候推拉锯，这个时候斜刀将鱼鳞去掉，顺势推拉往外剔除，切开。直刀从前面切到后面，控制好刀具，刀口锋利，动作麻利，请别大意，割到手就有戏。每一刀切在表皮以上，不要切断哦。再斜刀往外推切，刀在切，手在退，看似简单并不贵。好了，看看整体效果吧，做得不好仅供参考哦。